二垒方向的一个弹球，哇，没有补位，没有人过来投手，哇，内安打，内安打，哇，林可今天强运啊，强运，强运，而且投手的补位也没到位，这个球在一垒方向啊，这个球有两个问题，一个是让二垒手去守备，然后一垒手后在垒包上。第二个就是一垒手如果拉出去要接球的话，投手要补位快一点。看看他已经在指了，你怎么不补位？我的他们成功，我都没给你啊。